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今天呢是家有老寿星，所以起得特别早。待会呢是过来逛会超市，看买点东西，要准备回老家。最近超市里面都开始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，好热闹。我给外婆买的呢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水果和家里面平时吃的。回家的路也是不容易啊，这还是318国道呢，堵车堵成这样。这快过年了，大家都开车回家了，各种堵呀。我现在只能说在开饭之前赶到了。2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到了，看到我大舅了。路上找个空位置，堵车得很呐。找个空位置坐哈，听嘛。啊。今天还有吃席的人啊，老板娘，你要给你外婆买个蛋糕，嘿嘿嘿，外婆，生日快乐哟！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今天呢就是家宴，没有外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。正好呢是已经吃完饭了，然后我们准备把外婆弄到乡下去看看，让她回回老家。外婆好久没回老家了，然后也趁着这个时间去给外公上上坟。哇，这就是过年的场景。刚开车回来就遇到我外婆的老伙伴了。今天他们家杀猪，刚杀完猪。不要，婆婆爷，你留着去。你好久回来了？好久回来了？3天了。哎，到重庆。今天屋里杀猪是吧？嗯。你真的是哟，还特意给外婆留一坨。我就渴着喽，但是也才好干哈。那是哦。好了。外婆回到老家呢，她也开心，能跟她的老伙计一起聊聊天。我回到老家，我也觉得好开心啊，心情特别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全家，一大家，去给外公上坟去。哪个花会吃人呢？太可爱的妹妹了，我得勇敢一点点。嗯，那勇敢一点，来吧。来啦，勇敢一点吧，我们。无论你跑过多少地方，去过多少路，最亲切的呢，始终还是自己的家乡，从小长大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大舅在家，还种了一些小菜。我最喜欢摘菜的感觉了。虽然说平时在外面买菜很便宜，但自己家里种的那个菜摘起来，就感觉吃起来会比外面的菜香很多哎。什么包装哈？哎，好，好，好。过几天回来，娘娘哈。哎，好的，好。你两闺蜜耍一下。嗯。叫老婆婆，开心不？嗯，开心。回来好耍个还是？哎，周老婆，今天呢也是南方小年，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小年快乐。外婆今天开心不？开心。真好，有外婆在呢，就有一个家在。希望我外婆能够一直健健康康的。